见到嘅嘢系啦，过几秒。好啦，开始啦。咁啊，星期二突发啦。系系啦，嗱，咁啊，而家系凌晨时分嚟嘅，因为咧见到个情况都尚算稳定。其实而家吓去到呢个 moment， 系而家12:00几啦，系12:30啦。系啊，嗱，咁啊，由今日下昼嘅呢个叫做咧九龙游行咧，77游行咧，咁就啲人去到嗰个叫做高铁嗰度啦吓，跟住咧，其实都冇散到嘅，因为我睇到主人咧，其实都好多人肯走嘅。咁我哋咧就去咗佐敦食嘢，之后咧翻转头再望下咧，话原来啊嗰啲时即系游行咧已经系封咗成条弥敦道啊，跟住咧由癫道咧行翻去高铁站，系咁话柯士甸道、弥敦道，加埋嗰个九龙公园径，其实嗰度咧一个跨嘅已经系挤满人噶啦，咁可能20几万人系真系有嘅，肯定系系，我见到相影都系好多人嘅，好多人嘅。咁啊，现场所以嗰条路段咧，我哋其实行咗几个字就行完噶啦，差唔多。嗯，跟住咧，夜晚咧，咁啲示威者咧沿途啊，就喺尖沙咀嘅弥敦道咧，一路向旺角方向行。咁啊，警方冇阻止嘅喎。系。咁啊，我哋喺度估计咧，应该就系尖沙咀警区嗰啲咧，你咪搞我，快啲走啦！系我哋唔想搞啊，咁样。咁一路放佢哋过去。旺角啊。系啦，好明显放佢旺角。喂，旺角啲有经验啊，我哋尖沙咀冇乜经验啊，你唔好搞我啦。快啲走啦！求下你哋啦，咁样吓。咁啊，终于示威者咧就行下咧，就成个旺角咧弥敦道封咗。咁啊，封到去亚街老街嗰度咧，警察就出动啦。即系头先我哋睇电视画面啊，差唔多9:00几10:00嗰阵时啊。系，冇错。成个弥敦道嘅方向就封到亚街老街。咁后边画面影咧，其实好多人噶，密密麻麻，即系亚街老街打后嘅弥敦道咧，即系唔系打后嘅，即系南行啊。一路去山东街啊，豉油街啊，邓打士街，一路全部都系人嚟嘅，满晒，即系有翻当年占旺嗰阵时嗰个气势嘅。嗱，头先我谂最大嘅冲突就系，其实系啲示威者想散嘅时候咧，嗱，网上系热传嘅，差人系封锁晒佢哋每一个走嘅方向，系。就想先好似回报咁样，先至会导致个冲突嘅，因为佢哋系冇路走嘅。系呢样嘢，其实佢个指挥其实好有问题，因为你里面咁多人，你又唔俾人走，你真系想困兽斗咩？系咪先？系，同埋一队人系佢哋劝咗佢走咧，咁跟住咧转头人哋一走咧，佢哋就变咗喺度追打，跟住就变咗拘捕嘅。系，咁呢个亦都有啲人。拍攝咗一個差人就話係話喂，你哋都玩咗，而家唔俾你走，你哋已經玩咗成日啦咁樣嗱，咁啊有條片影咗出嚟嘅，我都睇咗啦。係，即係嗱，呢個即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喎，差人即係好似係想報復喎。係啊，好明顯係報復嗱，因為咧今日沿途喺嗰個遊行嗰度咧，每逢有差人企嘅地方咧，咁啲示威者就大聲嗌咧，香港警察就知法犯法。咁因為咧，其實都唔係而家噶啦，由2014年佔領開始咧，好多黑社會啊，即係可能係受政府所委託嘅黑社會咧，就落去佔領區度打人，打完人之後就由警方保護咧，就佢哋離開嘅。咁啊，曾經咧俾人影到咧，有個黑社會嘅社團咧，就直情去呢個旺角差館定係長沙灣警署嗰度咧，就開會。跟住咧就倾咗好耐之后咧，全部走，咁啊俾人哋觉得你为你政府你同呢个黑社会有啲咩勾结吓，咁啊呢个真系好弊，真系好弊，即系差人嗰个形象又开始又出现翻个系，即系其实早两个礼拜都仲冇呢一种咁高嘅呼声，系，因为嗱，琴日屯门就去咗示威啦，咁转头跟住亦都又系好似发生呢啲。即係口角打鬥，跟住轉頭又放咗嗰啲喐手嘅人，係喐手嘅人，因為嗰班人咧，其實從來都係出嚟打示威者嘅，啊，因為而家咧佢哋都係睇住啲示威者，全部都係細路仔嚟嘅，咁啊恰佢哋，咁啊差佬咧就專保護呢啲暴徒嘅，坦白講，啊，咁唔係而家噶啦，2014年佢已經開始，2014年搞到而家噶啦，
咁呢班暴徒以前我哋曾经都系咁样，系啦，一执法唔公平咧，一定系只会越嚟越惹起公愤嘅。其实，而且呢啲唔公平嘅情况咧，系由2014年发生到而家嘅，即系大家咧会即系非常之唔开心，就系咧你咁样咧，只会令到啲人越嚟越咩嘅，越嚟越痛恨呢个警察嘅。系啊，冇化解过嘅，即系2014年到而家，你只系累积咗几年咁解嘅啫。系啊，冇累积过，即系大家个画面睇到，我哋都嗰阵时我都讲过，我哋有嗰啲即系嗰啲叫起底 page 啦吓，咁啊大部分咧都系嗰啲即系俾人哋认得出系某社团嗰啲人嚟嘅，咁但系咧差佬其实捉完人之后咧，通常都放。嗯嗯，咁啊令到啲市民非常之唔开心啊！咁今日咧，应该差佬俾人侮辱咗成日啦，一闹咗成日啦，咁啊夜晚咧就喺旺角爆发，咁啊走去即系可能借啲耳咧就真系打啲市民啦。另外咧有个现象啊，就系我发觉咧佢哋咧其实都几即系对啲记者嘅态度都几恶劣下噶。系。因为呢其实即现在大部分记者坦白说无论在现场采访前线采访摄影记者以即除了大公报文汇报那些不计啦，大部分的媒体记者呢其实都是比较即倾向同情示威者的。是包括无线电视啊。包括是的无线电视。今天个访问无线的访问呢對以無線平時的作風來講已經算很好了，即是問了很多示威者講了為什麼遊行，那些都很持平的了已經。是的，因為呢其實又問一些遊客啊，這樣沒錯，因為我們即知道無線呢個個都很討厭這個傳媒啦，因為主要就是他們的主理人袁志偉就要 向政府擦鞋啦，但是他们前线那些其实都是很尽量去维护这个新闻自由的，即我们就这样看回前线那些，即他们很尽力去拍了回来，拍完回来你们那些大佬不播或者特意播那些冲突画面，他们都没有扶的，他们打份工是吧，难道个个有能力辞职吗？没可能的嘛。所以呢这件事呢不可以怪前线那些，即我其实都要呼吁那些示威者呢，其实前线那些呢他们都不是你的敌人来的，他们其实都是受害者。是你闹得最闹最劲的可能其实是帮你们那个是唯一。是啊有可能。可能你闹正那个其实就是最同情你们那个。是啊，即昨天呢在屯门呢他东张西望派了一个女仔，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之前就是因为同情示威者被人雪藏嘛。雪了一段时间跟着他就放出来，他去到又是被人狂屌又是被人狂闹，但是其实不关他事，他都是受害者来的，不过那些人呢因为分不到就照迁怒于他，那个女仔都挺惨的。坦白讲差人其实都是的啦，即一部分当然是很憎示威者啦，但以我们即去差馆所见呢，即有很多跟他们聊天其实他们就即都不想去到那么尽的，很多人是。是。即是有讲的。是啊，即是通常他们老实说被人扭多几句那条气就不顺的了，就嬲了你们这解了。所以我认为。前线那些被人冲击得多你会发火的嘛，即是控制不到的嘛。是啊那他们借啲耳，头先借啲耳冲出去打人啦，跟住仲而家主要就是针对啲记者喎，睇个款。因为他们呢而家现场呢示威者走得七七八八啦，全部都是记者。咁呢跟住啲差佬就开始呼喊啲记者啦。是。即是他们其实呢都觉得呢佢哋觉得记者麻烦，影住佢哋。是啦，阻住佢执法，跟住呢就走就唔走。是啊。所以呢即是而家呢个局势呢是令到如果你是警察同示威者咁样对立呢，其实都是俾林郑摆佢上台。是啊包括记者和警员都是。是啊，因为你讲真的大家嗰个矛头其实是林郑月娥，但是呢差佬呢就受咗上级命令一定要出嚟阻止是吧，或者制止你哋。咁所以呢而家呢个局面呢都是非常之唔好嘅。是。尤其是即今日在九龙区始终是会个情况是 会比较危险啲，尤其是你去到高铁站啊嗰啲咁嘅情况。咁当然差人个指令就是一定要死守高铁站啦，所以今日已经架起晒所有水马啦。是啊。
咁啊，令到啲示威者更加不滿啦。其實就係、是，即係你好似係用重兵去保護啲內地遊客，咁令人有呢個錯覺，係嘛？係係。咁啊，另外為要講單咧，嗰、那個有個司機啊，六十幾歲著白色衫個司機咧，咁佢啊揸住架的士啊，呢個的士司機嚟啊，就喺呢、這個近應該係近登打士街嗰頭嗰度咧，就停低咗架車，就打橫停低咗的士，就即係幫啲佔領啦嚇。咁啊，跟住咧就同啲差佬咧就即系嘈咗两句，就俾人拉咗。系系，我都见到，睇新闻见到。系啊系啊，嗱咁样依个咧，即系而家应该就系阻差，即系佢话涉嫌阻差办公就俾人拉咗嘅。咁啊，早可能十零廿分钟前。咁啊，而家唔知拉咗去边度啦。因为咧，而家好多时候咧，阿 Johnny 都 stand by 紧啊，随时过去差馆保释嘅。不过就未掌握到而家啲指挥者。嚟到呢一刻。嚟到呢一刻都仲係民陣啊，民陣嗰邊，我哋其實 under 民陣，民陣嗰邊都仲係冇收到即係求助電話，即係可能俾人拉咗嗰個人，佢自己又冇電話，又或者佢冇身邊冇朋友話知道佢俾人拉咗，所以雖然我哋眼見就見到有人俾人拉咗，但係我哋蘇花暫時都冇收到嗰個資料咧，我哋冇辦法嘅，其實暫時都點做而家係，因為你去撞你都撞唔到你，又唔知咩名，入唔到去嘅，入唔到去嘅，唔會俾你入去㗎。是所以现在都没办法，即我们都做了紧急呼吁啦，因为呢来日方长，这些日子以后大把的了，其实呢因为不会有完结的一天的，现在的人的示威者呢、大家将会恒常化示威的，即其实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一定要拉去打，基本上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接下来这几个月呢，很肯定是隔一两个礼拜甚至个个礼拜都会有些零星的冲突，跟着占领的示威场面，而且每一次都要会有占领，甚至好像昨天人说那些警察执法不公，就是包围屯门警署。久而久之呢，现在外面网民已经发起18区了，区区都要搞，现在很多那些区的指挥官说，哇，你不要搞过来啊，喂，你去开去开中环，你去中环啊，千万不要过来啊，我们很大的，他们又是都反组的，反组又是打人的，即係又係得翻嗰啲，佢根本唔識處理嘅，淨係對慣古惑仔嘅。係啊，喂，你反黑組，你打十個八個得啫。如果幾千人包圍你，你點打人啊？咁但係，講真啦，即係有衝突，其實就始終對示威者好不利嘅。你好多係啊，因為人有武器，但講真啦，跟住你哋手無寸鐵，全部僆仔，佢哋咧就訓練有素，嗰啲揸住啲警棍卜落嚟，喂，你頭都爆埋啦！其實真係呼籲，真係要冷靜，因為咧你同人哋即係成日衝突咧，你一定係蝕底嗰個嚟嘅。千祈唔好，即係千祈唔好有啲咁嘅衝突。即係當然咧，我哋自己都係過來人，喺現場你一定興嘅，你一定係想去衝嘅。咁但係俾人卜穿頭，最終蝕底嗰個係自己嘅，所以我即係勸大家係真係要忍下嗰個情緒，唔好令到自己嘅情緒太過分高漲。如果唔係咧，真有時，喂，我哋情緒高漲嗰陣時，嚟同人衝幾下，哇，翻到屋企先知道邊度扭傷咗，腳又痛，手又痛，哇，跟住睇鐵打又針灸又成，係嘛？係，周不時係咁啦，所以咧就真係呼籲大家真係要即係要忍住，真係唔好咁衝動。來日方長，喺場仗有排打嘅。我哋有排同佢鬥嘅，而家真係唔知幾時收科咯，即係你只能夠話係變淡咧，或者唔係叫收科咯。其實講真，即係2014年、2015年到而家，其實係中間係淡，而唔係你等於消滅咗，即係你唔係消滅咗香港人去爭取嗰樣嘢嘅信念啊嘛。其實係啊，其實係冇消滅過。咁咧嗱，你話變淡，我都覺得好難啊，因為咧而家依個係一出現一個轉折位，就係咧而家政府咧係俾人突破曬嘅。即係所有嘅以往政府嗰啲叫尊嚴，全部突破曬嘅。咁示威者咧，其實你又會唔會淡咧？我相信幾個月內都未必會，因為每一次衝突，你只有令到更加啲人更加嬲嘅啫。係嚇，因為咧，你政府又唔出嚟回應。今日啲市民都話啦，喂，你又唔出嚟回應，我匿埋，哦，跟住一見到人哋爆打爛立法會啲嘢，你又出嚟，哇，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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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係啊係啊，就係政府又係今次影都冇啦，又係係啊，影都冇啦，又係你有冇回應啊？直情回應都唔回應啦，已經即係唔係好離譜嘅，所以其實係
即係佢哋而家其實想拖字決，而家政府就嗰、那個嗰方覺得已經去到個位咧，係唔需要說服嗰啲即係堅決係話你哋係暴徒嘅嗰啲市民咧。我覺得你都唔使同佢，即係唔需要再同佢爭辯啊，嘥氣。其實有時真係係啊，已經冇意思噶啦。係啊，即係大家點樣可以凝聚住，即係唔好瓦解，亦都盡量係減低個成本係最重要嘅，反而係係冇錯。而家嗰個我哋能夠做咧，就係減低我哋嗰個付出嘅成本。只要大家嘅成本都係維持住低咧，就可以繼續堅持到落去。因為以往咧就係你成本就係太高，就係咧輪流有人俾人剝磚頭，跟住咧就俾人拉埋去，之後告埋坐埋監。咁你個個人付出好重嘅成本咧，你就變咗越嚟越啲人唔敢出嚟。咁當然咧，經過咗今年之後咧，以往好多俾人哋拉嘅，放咗監出嚟，坐完監坐出嚟，係更加堅定。呢樣嘢，即係你真係有心聽住嘅所有人，即係包括啲高官、中聯辦、大公報記者嚇，我唔知啦，即係好多人聽啦，可能偷聽我哋講，你真係要考慮呢樣嘢㗎。係啊，你而家我拉你嗰班旺角拉完嗰班僆仔，你即係早幾年，其實好多人係已經坐完監。就出咗嚟，佢哋係更加堅定盤死去繼續攣對抗落去。係冇錯，你係你今次你夾硬又再拉一班人，又判咗人哋坐監，咁你判唔到人十年㗎，你即係你唔係次次暴動啊嘛。係，咁你係不斷咁樣累積緊一班人，而呢班人唔係傳統偷嘢打劫。嘅嗰啲所謂罪犯，唔係黑社會，唔係古惑仔嘅呢班人，你只不停咁樣累積緊上去嘅啫。係啊，所以咧，而且仲有啊，坐監係更加堅定嘅佢意志，即係呢班人比我哋嗰啲普通，我哋啲叫普通嘅遊行人士啊，會去遊下行嗰啲，佢呢班係更加堅決嘅。係，因為咧，佢嘅前途已經俾你毀咗啦嘛，佢已經豁咗出去啦，已經俾你摧毀咗啦，係啊。係啊。咁啊，跟住仲有好多學生，每一次學生出嚟，佢哋因為對於個政府嘅不滿，加上你政府係亦都對佢哋好涼薄，佢哋嘅怨氣，佢哋嘅憤怒係越嚟越大嘅。只有，老實講啊，即係而家啲人話有冇辦法平息啊？你只有林鄭月娥出嚟辭職，出嚟道歉，先至有機會平息嘅啫。呢單嘢初習近平講真，你唔俾梁振英做，就係為咗要修補啫嘛。咁啊，林鄭上台啫，大大聲聲要練石補青天，要修補，係一啲都冇修補過，做盡每一件事都係不斷咁將個社會再撕開兩邊。嚇，佢以為自己係贏嗰邊啊嘛，不斷咁向你哋冚你兩巴嚇，吐口水，咩都做齊啦，基本上等於。冇錯，即係佢而家咧係佢唔單止冇修補個撕裂，佢係一路一路咧壓縮你嗰啲示威者同埋嗰啲反對派嘅空間，係令到你冇聲出，啲人係靜咗落嚟，因為咧真係俾你壓住嘛。但係壓到盡嘅時候，而家咪一次總爆發咯，所有嘅嘢新仇舊恨一次就同你計數噶啦。由2014年俾你拉嗰啲開始，一路同你計數計到而家噶啦。係啊，咁所以咧，我哋真係嗱呼籲我哋其實。仲有排打嘅呢场仗，一定要拖到林郑落台为止。系最低限度啊！呢个真系冇可能放过呢一刻，冇办法放过去。呢刻可能放过去，你中央一，我哋已经分析过好多次，系唔会放过去。所以大家系即系放长上。佢而家系已经衰到系，除咗你爆玻璃去夹硬出嚟扑出嚟开技招，呢条八婆系已经深潜到，已经冇人揾到佢啦。已经佢而家全部匿埋礼宾府啦。開行政會議喺裏邊，乜都喺裏邊。擁你哋去，擁前線警員去死啊！等你哋同啲警察仇恨啦，等你哋起佢底啦，等到前線啲警員又好困擾啦，屋企人困擾啦。係啊，不停咁樣犧牲緊前線警員，去挑動嗰、那個挑動啲示威者，等啲示威者犯錯，跟住佢出嚟譴責。係啊，不停循環嘅啫，即係不停用緊呢招嘅啫。啊，呢個踢法咁抵招嘅啦。真係佢冇底招嘅咧，所以咧，我哋只要將我哋自己付出嘅成本減到最低，我哋同佢玩到底，今次係唔會放過佢嘅，冇可能放過佢嘅，即係呢個女人，絕不可能放過，即係嚟到而家咁樣樣俾佢搞法。係，喂，咁啊，我哋依一節嘅特備，我哋做到呢度先啦。咁啊，希望示威者其實就到夜少少咧，就快啲翻屋企啦，休息一下。等到下一輪，我哋希望即係如果有人知道俾人拉咗嗰啲嘅資料，就即係盡快話俾民陣法律支援聽啦。
我哋佢好多人係預備咗 stand by 係會去揾佢哋噶啦。係啊係啊，仲有啲受傷者即係希望你快啲去睇醫生嚇、啊，記住即係揾啲可信噶啦。係。咁我亦都呼籲警方，你唔好再即係做人哋嘅馬前卒。你哋出嚟打人，次次影完，人哋都係起你底嘅啫。你做埋啲暴行。啊、你是傷害自己的其實嚇，係啊，肯定是啊，喂，一定有人追究的啦。啊、你少少事已經卜穿人哋嘅頭，係咪先？嗰啲唔黑社會嚟嘅，嗰啲唔係恐怖分子嚟嘅。嗯，咪你不停咁樣搞咧，就只會個民間嘅聲音只會越嚟越強嘅啫。即、就、係、是、要調查啲嘢，係啊，其實迴避嘅。喂，林鄭唔係做一世嘅，你仲有選舉噶嘛？當佢做得完嗰三年啊！他一落台就有的了，調查委員會是是一落台就追究你們的責任了。 你聽清楚啊，不會危害你自己的了。我現在都懷疑著當日開槍決定是林鄭直接 order 他的，所以他一直都不讓開調查委員會的。嗯，即是啊，我真的真的真的覺得警員的警員說你不要那麼蠢啊，其實你是搞你自己的而已，將會哦，系啊，将来系向你，一定向你追究噶。即系老实讲，你哋自己真系好自为之。我哋最后警告到呢度啦。好，咁讲呢度，讲到呢度啦，讲到呢度啦，好。